我们看啊 ，A 这是一个伸缩变换，他们说在这变换底下哈，这个直线的话变换成什么样的直线？好，我们知道这个，大 XY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3002嘛，小 SY， 然后把它缓解，缓解以后呢，小 SY 哈。等于多少呢？1/3002大 XY 啊。好，那这样我就知道了，这个小 X 是等于1/3大 X， 那小 Y 是等于1/2大 Y 了。它把它带进去，就可以得到呢 L' 哈，这就是。1/3大 X 加上2倍的1/2大 Y 等于3啊，所以这个直线的话是等于1/3大 X 加多少呢？大 Y 等于3。好，那这个圆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啊？应该会变成椭圆。Y 的话是等于1/3大 X 嘛，比如加。1/2大 Y， 然后等于4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的是9/2大 X 平方加4/2大 Y 平方的等于4，就变成这个方式，这是一个椭圆。好，那我要化简一下，化简一下就是那个。36/ S 平方加16/ Y 平方等于1啊，那这个可以化简 ，X 加上3大 Y 等于9。